今天这个天气是真好，看这个海面非常平静啊，颜色也非常好看，万里无云，而且呢关键是没什么船。那小黄正在数钱，等一下呢要给大家发钱发薪水。那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我们轮机长啊这次还有两天到高雄哈，就休假了，不仅仅是休假，而且是退休，也就是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条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加菜做一个庆典，又加菜又发薪水，又娶媳妇又过年，对吧？双喜临门啊！那对老葛来说呢更加是双喜临门了，又退休又拿钱，所以大家呢是非常开心的。实际上船上大家领的这个薪水呢不是薪水的全部，只占薪水的非常少非常少的一部分，我们每一个人平均也就领到几百块钱，剩下的绝大部分呢都是通过加汇的方式汇给家属，汇到你银行的账户，那这样呢就会避免很多麻烦，对吧？我们在外边口袋钱太多的话呢也是一种累赘啊，一种麻烦，所以呢汇到家里这样都安全，这个也是公司的一种人性化的一种体现吧。因为汇款我们知道国际汇款这都是需要费用，而我们这个加汇呢是不扣除我们任何费用，算公司的一种福利吧。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外汇哈，境外汇到你的账户里边，这个外汇肯定比现金汇率要高一点，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也是受益的。等一下发完薪水呢我们就去准备晚餐加菜，今天加什么菜等一下我们到厨房再说。这个在马来西亚买的虾爬我已经一斩两断了，水龙头没有问题。他们讲我来厨房什么都不干，那你说我拿着手机去拍摄我怎么干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请别人帮我拍啊，那么我来干，这下我证明一下我正在干。大厨，这是叫罗宋汤吗？哎，对。你看罗宋汤，没错吧？炖牛尾啊。石斑鱼。石斑都已经宰杀完毕，就等着进锅了。鱼进锅，这个名字好。早晚得熟了。这个蛋糕是专门定制的，大海、海鸥、蓝天白云都有了啊，还有一条船，一条巨轮，还有我们亲爱的轮机长，就从这条船呢，从我们船光荣退休。大家陆陆续续也都到齐了，那么我们的酒会啊，庆典马上就要开始了。看这个榴莲，猫山王的榴莲是我们今天的水果。这是牛尾汤，罗宋汤实际上就是啊，罗宋汤，清蒸石斑。这个是虾爬，一人两个。这是水煮牛肉，啊，还有一个蔬菜。这是当然是我们普通的一餐了哈，我们主要是那边那个蛋糕是为了庆祝我们轮机长。庆典啊，退休，光荣退休的，这个专门给轮机长定制的。谢谢，平安。好，那咱就开始吧，行吧？大家入座。这个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，对不对？后面那句是什么？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实际上，人跟人的这种相见，确实很难，是吧？有缘才能在一起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对不对？退休仪式很难，对呀、啊啊。所以我们轮机长退休之后呢，退休之后我们再见面就非常难了，很难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今天，哎，今天的这个灯烛光，这个美好的时刻啊。那我们就一起举杯，祝我们轮机长，来举杯，祝我们轮机长啊，这个退休生活愉快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各位，大家好啊！我们很好。老魏先来吧。来，一人一对儿，一直一整个。哎，各位同仁，第二杯啊，我们借我们轮机长退休的喜气儿，我也祝马上要休假的同仁们休假愉快啊！下次继续同船。同舟共济，好吧。大家吃喝差不多了，
这个下一个环节，请我们恭请我们轮机长切蛋糕，进入切蛋糕的环节。老魏先来，老魏走。大家看到轮机长在雕钢，在忙。他哪在这里？对，我在前面。来看，这就是我们轮机长。差不多啊，一长的。您比他帅多了。来，我们开始切蛋糕。好，切蛋糕。哎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小林来了，哎，掌声，掌声啊！掌声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告别航海生涯了吗？对呀，多幸福！好，是上学期间先实习，实习完回去再考试，考完再上来再实习。对，还是这个。我们那时候也有大富。我们那时候也是大学二年级，我也19岁，上的第一条船，叫认识实习，但上的很短。认识实习，认识实习，上去就是小李。对，就是小李，那、太小李了，那是。我不能这样说，打嘴。不是真的，我要打嘴，不能说小李。就是、小李，不过我现在还特希望你们都叫我小李。越叫年轻，越叫年轻。越来越年轻才好了。多么的开心！哎，下一个环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是吧？那我们开始下一个。小王过来吗？小王啊，等一下，再稍等一下。然后小王养了吧？小王先吐一会儿。拿笔。所有同仁啊，我们这边有卡片，所有的你想说的都可以写在上边。如果你想骂轮机长，也可以写在上面。好了，感谢。开个小玩笑。没有。我每个人都很好，在机，我这条船从来没有骂过人哦。赶快解释。我在想，我到这个年龄之后，那我想我的内核是不是也如此稳定啊？这就是内核问题啊。你到这个年龄，你说退休，你退休我参加。那我得亲自给您订机票，然后到武汉来。行，可以。咱这么定了，全程安排，一条龙服务。任机长，这是我的贺卡。哦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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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。好，感谢孙子。这大家的卡片。好，拿到这个，让他们两个写一下。好的。这个大家已经写好了。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签字都在这边。轮机长，这是大家每一个人，所有人包括当班全部在这里给您的贺卡。感谢对，一个个来啊，一个个 one by one OK。 出了谁啊？对，老板，没事，再过来。